哎，你怎么穿我的衣服啊？怎么样，我穿这身很好看。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你什么时候穿走的？那天扔车里啦，我就拿回去给你洗了。哦，那你穿完记得还给我哟。我不会，衣服是你的，你是公司，公司是我的，所以你的衣服就是我的呀。有没有道理？有。那赶紧给我拿拍张照。拍照啊？不是，那我穿什么啊？哎，就当我送给你了。小叶呀，你说都这么久了，杨森怎么还不拍照啊？哎，有了，老板，就这样。老板，你要请我吃饭啊？可以呀，可以呀。好看电影啊？可是看电影好晚嘞。哇，老板，你居然有人追了！这样子，我从我下个月的工资，我拿2000块钱给你，好不好？就当我今晚请你们吃饭了，好不好？那你要跟他出去，那我就先回家啦，好吧？拜拜 ，see you。老板，怎么样，谈成了没有啊？情况不是很乐观，这个项目同时有3家公司在提案，我们未必能拿得下来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咱们慢慢来嘛，啊！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，现在公司每个月都在亏损，如果这个项目还谈不下来，别说是你了，我都得去吃土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你又骗我。怎么怕了？你要是现在想走还来得及，你那点工资我还是会给你的。开玩笑，我杨森怎么会是这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人呢？想我有情有义，不会被眼前这点蝇头小利所驱使的。老板，你放心吧。就算公司只剩下一砖一瓦，我也会坚守在我的工作岗位，跟你共同进退的。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来，老板，给我把那个油那个报一下。我不了，没钱。报一下嘛。我不。好吧。老板，我要请假。干嘛去？今天复印局啊，我回去跟我老爸吃饭。这样子啊？是啊。等一下。咋了？看看还有多少钱。500，那拿去替我给你爸爸买个礼物。不是，老板，你是不是又从我工资里扣？哎呀，不会，但是你要跟他说是我买的哟。嗯，没问题，我爸一定会为我有你这么一个好领导而感到欣慰的。那我来走了呀。等一下，咋了？其实你努力一下，明天也可以过父亲节啊。明天也可以过父亲节啊。过父亲节？嗯。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长话长一半，真是。哟，老板，怎么还没走啊？你不是没走吗？怎么，你要送我回家呀？哎呀，我就上来拿个东西啊。哦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小哥哥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什么小哥哥？就那个前天你打电话那个约你吃饭看电影那个。哦，你说我谁呀？管那么宽。哎，不是，我为你终身大事贡献了2000块钱呢。你这么说太没良心了不？哎呀，饭没吃，人也没见。哇，那你又骗我，那把那个钱还给我吧。嗯，还你也行，先把我终身大事解决一下。怎么解决嘛？你当我男朋友？男知己是吧？没问题，老板，今晚我陪你加班，好吧？我去买点宵夜回来啊，等我啊。我挂了。等我啊，等我啊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刷牙。刷牙？你昨晚没回去吗？是啊，刚刚改天亮了。天亮了呀？哎，你刷牙不用牙刷，用手搓啊？不能是洁牙慕斯，半瓶里面漱口水就好了。洁牙慕斯？嗯。漱一下就行了。嗯。这么神奇啊？那你给我一个呗。这个东西要不要一套的？配套的。配套的。我还得要什么？老板的意思是我买这个东西，他还送小姐姐，对吗？是吧？那我立刻去买啊！我立刻去买一个。不是不是，你不是我给你。我自己买，我自己买啊！老板，这堆衣服供应商要你给答复的吧？哎呀，烦死了！我玩个游戏吧。玩什么？石头剪刀布，赢了可以
干什么都行，不太好吧？怎么玩不起？哟，来呀！那我出剪刀，你出什么？我出石头。好嘞，石头剪刀布，给我赢了！哼，耍赖没出石头。那你没出剪刀啊？别废话，来，把眼睛闭上。闭眼睛？对啊，快快快，把眼睛闭上。闭上啊，不准睁开啊！打嘞！哎呦，哎呦，跟你真打！不是，那这衣服怎么弄啊？哎！哎，老板，怎么突然想着请我吃饭呀？看在你上次陪我加班的份上，犒劳一下你们。哎呀，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老板你也太客气了。嗯哼，去买单吧。不是你请我，为什么我买单？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刚发工资？对啊。那工资是谁给你的？你啊。那是不是我的钱就在你那儿？是啊。那你用我的钱去买单，是不是就是我请你啊？对啊。对着完了，去吧，买单。是吗？哦，好吧。老板，你到家了吗？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那个。没人，要不然上去打游戏啊，上次说的游戏机还没玩呢。老板你又套路我，等一下我玩晚了明天迟到你又可以扣我工资啊。不会的，我才不信呢，我先回家了。杨森，妈，我在你心里是不是一点位置都没有？谁说的呀？老板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我事业的领航灯，未来的引路人，是吧？啊，你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？不是，我又糊涂啥了呀？你是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？不是真诚的。对，老板 你喜欢我？怎么可能？我不知道啊。老板，不是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那个昨天的事，你有事儿吗？我没什么事儿。没事儿，你进来干嘛呀？出去。不是，你一会儿不是要见客户吗？要不我送你去吧。小叶。哎。老板，什么事？等一下送我去见客户。我手头上还有点事呢。叫你送你就送，有意见吗？没意见。没意见就走。哎，不是老板，那我干嘛呀？你。你被开除了。原来在做梦啊。哎呀，老板还没来，吓死我了。哎，老板，那个昨天我有事儿吗？等等，这个画面怎么这么熟悉？不会我还在做梦吧？对，一定是有事儿啊。当然有事儿了，有屁快放！在梦里还敢跟我这么说话？你说，小妮还来脾气了？啊，昨天不是你跟我表白，现在就忘了？嗯，说啥呢？说啥呢？说。来呀、啊，打我呀！你干嘛？哎呀，出去，快出去！哎，不对，他怎么不打我呀？不是，老板，我那个……哇，好痛！完了，原来我没在做梦。老板，我要是说我在做梦，你信吗？不信你个鬼，滚！哦。哎，行。好，先到这儿吧，大家辛苦了，散会。杨森留一下。手里拿什么呀？没什么。你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吗？不是，解释什么呀？你自己早上做了什么你不知道是吧？又跟我装糊涂。不是，老板，我真的以为我在做梦。我现在不管你是在做梦还是故意的，你说吧，你亲了我你想怎么办？老板我不知道啊。能不能爷们儿一点儿？自己做的事情能不能自己承担？不是因为逃避，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责任和担当，懂不懂？老板我知道了，那我让你亲回来。来，我妈已经三天没有打我了。
这么说你答应了？